Wow. Hi. Wow. 很温馨啊，这个地方。今天这个气质是符合我的。很正式是吧？非常正式。我走下来不敢说话，想特别正经的跟大家聊一聊收藏啊、历史啊、芭蕾。对，你就这天哪，看这个人。 怎么他也来画风就这样了？你为什么穿个裤衩？其实是真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他们给我弄了西装啊，太垮了！别，哎呀，阻拦下来你是飘下来的吗？哎呦，哎呦，耶！都帅了。等一下，为什么他下来有人说哇，哇什么一个泡面有什么可哇的？我跟你讲，这一趴正反没得完，为什么？这一趴一看要做，你做一个我看看。我做不下来。不是紧就能显瘦，要流量，要流量，我的量流的这个大量啊，这是。哦。 哇，高帅哥！哇，哎呦，哎呦，哇！中间的 C 位，快来快来！你看，你怎么好意思？怎么不好意思？非常合适，这种混搭风。今天好像好多服务员啊！对嘛，你看门童和服务员，你看，哎，我觉得让我们穿成这样是有福利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着155年历史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利顺德大饭店是唯一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饭店。今天呢，是我们这期节目常规节目的最后一期，而你们呢，已经参与了6期节目的录制。俗话说得好，经得住多大的吐槽，就能担得起多少的赞美。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真心话，今天想给大家聊一聊。那应该不是什么好话吧？ 感觉很吓人啊！不管怎么样，说快一点好不好？<笑>这喊您翘二郎腿吗？哎哎，<笑>我们有很多真心话想跟大家讲，让我们请出工作人员。哦，嗯，为什么要这样？哦，不让我们认出来。哇，第四个的表情好，我喜欢第四个的表情。 最可怕的，你看最后一个那个马，得把头抬起来一点，看有个鼻子。<笑>第三位是个 VJ， 肯定啊 ，VJ 穿的是跑步的嘛。是是是。装备一看就是 VJ。好男团兄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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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里话要跟你们说。每次录节目。 超哥跟陈赫太啰嗦了。我操！导演为了旁边导演出来去怎么办？年龄谁看办法？第一天来跟你组团，找你组团，找你组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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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这位是谁的 VJ？ 他 follow 谁不知道，可能听不到声音。好像是我的。哦，是你，你还不说话的。我找了半天，好像我的 VJ 不在。哦，很辛苦，两个膝盖都崩盘了。真的，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跟你说，我的 VJ 伤的是膝盖，你们的 VJ 是耳膜穿孔。海哥啊，你之前是一个像风一样的男人，但这一季呢，你的前戏比正戏还多。这就是群众的声音。是的，是的，是的。你们的 VJ 每天其实心里是蛮煎熬的，但 Baby 的 VJ 每天就特别开心，拍的时候不要太开心。
么开心。唱歌的时候呢，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是麦克风，我总感觉他要吐。不会吐了。有些 MC 啊，经常对着话筒打嗝。我的录音师经常吓得从凳子上掉下来。不要坐在凳子上以后呀。不是大家都在工作，在现场，你一个人坐着要好吗？你们身上那个腰带，我们都是根据你们的腰围定做，每次中午吃完饭都会短一截，下次能不能稍微少吃一点？说到麦的事情，麦头也得变变颜色。打这么帅的领带，光一个白色麦头放在这里，什么意思？麦包真的很重。我跟苏炳添赛跑没有跑过他，主要还有个原因就是那个麦啊太重了，挂在我的。人家没带麦包，人家是真的快。哥，每次上场之前都要跟我们确认一遍他很帅。我帅这件事情还用跟你确认吗？天哪，凯哥这么自恋。平时看你们都是人模人样的，到了我们节目就这么随意吗？咋了，不好看吗？难道陈赫你的真的不好看？不是，站起来，转个圈看看是不吗？那这是什么？是牙刷吗？难道是牙刷吗？太难受了。我觉得你们真的太能说了，今天是我们这些人在这儿说，你们比我们还能说。那要你们要比我们能说，我们就换位子坐了呀。不是，今天我们是嘉宾，嘉宾应该多说一点话。说，来说，我们都不说话，来。你们总说嘉宾过来让你们蓬荜生辉，他们的到来让我们蓬荜生辉，蓬荜生辉。生的是什么辉？炮灰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嘉宾的感受？那我们不说了，嘉宾说了。啊，不，你们不说也不行。那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真的，我们今天穿的这么白马王子，就拍你们几个带着这个奇怪的东西，搞了我们这么久，可不可以把我们的女嘉宾请出来了？这位是嘉宾呢，是一个男的吧？这还看不出来是男的吗？啊？哎呦，你是嘉宾不会吧？把他带过来，把他带过来。等等，非常羞涩。你怎么拿的？一个嘉宾。这个。来，我跟你说，我是代表广大网友来的。广大网友来的。微博发嘉宾那次，有一个人回复了我。谁？有个大字。哦，那我也知道是谁了。魏大勋。太好了。哎呦，发型已经还可以，发型还在，狂不狂？太狂了。超哥，你是不是为了让我来花了很多努力？有没有感觉到？有感觉到这份爱。欢迎魏大勋今天来陪伴大家录影，欢迎。感谢超哥，我们也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要不要让他们把头套摘下来？来，摘吧，同志们辛苦了。哎呦，都暗了。圆圆通常不会是自拍啊，或者怎么样？今天坐在我旁边，一直拿自拍。我跟你说，在我们的心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最辛苦的人。但我们的节目是一个有趣和快乐的过程，我们这样互怼其实是开心和快乐的。对，每个工位都是这样，幕前的、幕后的，然后奔跑的，这期应该把这边也拍出来，是吧？对。给我一台机器，看，观众朋友。大家的努力其实我们都看得到，就像任何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一样，大家也是非常值得被鼓励和肯定的。
之前的节目大家录的都非常辛苦，今天能不辛苦？今天不辛苦，因为之前太辛苦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录制会给大家提供一些福利。我不信，我也不信，真的不信。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让我带好洗漱用品，我们接到的通知就知道哦要下水了，这是福利吗？开场就您垮掉了。今天既然是给大家福利，所以最终的撕名牌环节也会非常的省力。撕名牌，耗费步数最少的人获胜。耶，今天我赢了。所以接下来大家每完成一项任务，获胜的人在最终环节都会减少相应的步数。这是福利吗？我受到了欺骗。搞什么飞机？追上去！哦，什么东西啊！不要追我了！这啥呀？啊！好好撕一回名牌，不行吗？合体吧，这叫福利，这是福利吗？今天要干什么？两两一组，石头剪子布，赢的人当马，输的人跳，最终跳入泥潭的人输。就不懂到底有多痛苦，这个多痛苦，我告诉你，就你这趴你玩完之后，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欢迎大家来到泥潭。在接下来的跳马任务中，获胜的人可以在最终环节减少300步。另外想和大家说的是，其实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理解，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太理解了，你有理解我吗？太理解了。人与人交流信任和理解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的福利就是我们要和你们换位思考。好，换位思考。真的假的？哎，你们上泥潭什么意思啊？什么？玩这个游戏之前我们会进行一项热身赛，八位跟你们自己的 VJ 赛跑，只要你们赢过四个以上，那么今天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站在指压板上拍你们，站在指压板上拍你们。哦，我站在指压板上拍我们啊！我们赢过四个，天哪！真的假的？我肯定赢不了。为你的膝盖着想，你还是不要跟我跑。我的 VJ 经常跟不上我啊。我觉得是这样，你看，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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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就够了。那来嘛，比嘛。不一定哎。哎，我让你当我公司的高层怎么样？谁先上？等我先来呗。哥来，哥。这个颜值当 VJ 都可惜了。啊？很久没锻炼了。不是，大病初愈。对。那你要保重啊。对，我保重。就是生病刚好的时候，你不能突然一下发力，不适应的。哎，眼圈有点重啊。我们娱乐一下。哎，等等，我看你跑步的第一步啊，看你第一步啊。10米热身赛跑，直接拿到那一瓶畅饮新上市的芒果百香果口味 MC 的人获胜。第一轮，好，给我问问。3、2、1，等等，等一下，哎，也不是，哎，等一下，哎，也不是，我。想跟他聊天的机会真的没有了。连尾灯都看不见啊。哥哥，我搀着你。大病初愈，医生说不能残疾，医生说不能残疾。医生还管你指不指压板？我以后没有你这。这是第一，第二，他跟我说，哥，我大病初愈，医生说我不能踩指压板。他像箭一样飞出去了，真的。
我受到了欺骗，请大家派出第二位。郑恺，打个样吧，郑恺。哎，怕不怕？不怕。这一季我得到了苏炳添的真传。什么？我跟你说，苏炳添留给你的只有侮辱。但是也是一种光荣，是一种荣幸。有请郑恺的 VJ 陈俊南。凯凯，你的准备动作，你的 VJ 都已经学得一模一样了，是不是啊？真的，哎，跟我跑步不会害怕吗？主要怕习惯了。是。天哪，动作也一样，口才又好，直接可以取代凯哥了。我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我的实力过。准备。3、2、1。哦，郑恺，哦，哎呀，摔了一下，太快了，哇，追上去，呼，跑得真快啊！事实证明，小猎豹训练出来的 VJ 名不虚传。小鹿，我来。他跑得快。秦小鹿的 VJ 张璇登场。足球运动员以前，是我们中国篮金靴奖的获得者。哇哦，金靴奖啊！有。准备。五。太快了，他起速就快，不愧踢足球，要不跟不上你啊？别了 ，baby， 先来，行，我来，你出来。你好意思吗？我觉得你应该把鞋脱了跑。这我还是拿机器跑。等一下，机器分很多种，这个也叫机器，这个也叫机器。不，推炮。那个也叫机器，推着炮跑，推炮，边推边摇，还要跑。请大家就位。慢跑，哎呀，你就看不到我了吗？近一点嘛，不要那么紧张嘛。我看到了这个男生的善良，绅士，太绅士了，真正的男人。真的，果然那么多接下来还是有感情的。真的，仁义就哥，太仁义了，元哥。出来排吧，行，可以。哇，辛苦了这么多季，真的。很明显，因为任何只要和体力、体能有关的，哎，我试一下这个掰手腕。哇塞！没见过一个人类脖子上会有那么多筋，我第一次见。现在你们已经赢了三轮了，只要再有一个人赢就可以了。好的，凯，靠你了。有请涛哥的 VJ 韩少华。哇，他应该也跑得很快，感觉腿很长哦。腿很长啊！完了。如果超哥这一轮获胜的话，你们就挑战四人成功，那么就我们来踩指压板。我真的想看你们踩一下指压板，我也想看。准备，
尾灯啊！你们要上了，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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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不了了，欢迎你们，来吧，把袜子全部给我脱掉，站在最近的地方。哎呦，慢慢路。哇塞，天气阳光，哇，舒服。我要在这里享受这个游戏，享受这个游戏。恭喜兄弟团在热身赛当中获胜。接下来在泥潭任务当中，我们会把你们原本要踩的指压板撤掉，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区域全部铺上指压板。然后，哇 ，yes， 我帮你选个位置。现在请工作人员就位。哎呀，太好了！拖鞋，拖鞋呀，拖鞋。脱袜子啊，袜子。袜子，袜子脱掉，袜子脱掉。哎，想想我们从90厘米高的台子上掉下去的时候，请男人一点，男人一点，男人一点。这不行，没画面了呀，再上去啊！不管，不要画面，画面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你们站在上面就喊了。我这一刻真心的非常的心疼你们。我这个太痛了，这个太痛。我们不知道吗？哥哥，我们很想上去，好想啊，但是你们输了。等一下，导演，成全我一次，让我的 VJ 到这里来。好，这个没问题。来，邱万杰，往前。往前！大家拍不到我，怎么样？哎，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来聊吧，好，我们马上开始接下来的泥潭任务，请大家两两一组。第一轮，请涛哥和陈赫先来。我们只是过来，代表跑男团，告诉你们一下，这个游戏差不多可以开始。对，指压板的感受。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输的跳，赢的当马。好。石头剪刀布。输的跳。哎呦，你要飞那么远吗？哇，等一下，我这有战术。跳到边上。极限。赢他，你赢他就可以了。来吧，石头，剪刀，不，涛哥跳。天哪，这真的，别动啊！啊，你回来。什么？来吧。真的。哎，把路给做绝了。这样吧。怎么说？我往回收一丝，可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天霸，这也算今日留一物了。来吧，来吧，决赛，石头剪刀布。哎呦，耶耶耶！哇，我拥有了整个世界。输的跳，赢的当马。非常好。太细了啊，还可以，就看你能不能做的。没可能。不可能的，一定下去的。还有机会。尴尬了，我感觉我的灵魂刚才已经下去了。你这一小步让的呀，是人类的一大步，是天霸的一大步。尴尬了，真的尴尬了。来，好，石头，剪刀，布，布，完了。跑男，跑男，我要跑男，跑男给
念，跑男，我要跑男，跑男开始念，直接跳吧。为什么搞到这一步？很难了。我刚才看到了一个青蛙，你知道吗？男人真的不放弃的男人。我很。那么这一轮恭喜陈赫获胜，在最终环节当中可以减少步数。哎，这个胜利有你的一半。天霸，天霸，再减多少步数？300步。我给你10步。有请下一组。来把快的。剪刀石头布。我赢了。我的天。哇哦！哇哦！这是速战速决呀、啊！腿长是有好处的。剪刀石头布，漂亮！哇！直接跳边上。哇！哈哈哈！哇！何必搞得这么绝？我。就是为了这一刻，真的，大勋一定要有一个跑男里面的一个完美入水的画面，跑男里面的一个完美入水。哎，大勋，我下下这个，多个画面，多个画面，来体验一下嘛，真的。我出什么？你出石头，我出布。来吧，剪刀石头布。KO！ 你真的相信我呀？来来来，来，一二三，哎，等会儿，你这是什么操作？继续剪刀石头布，咱先来剪刀石头布，跳，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布 ，no！ 哥，我跟你说，我要输了，我立马跳下去。剪刀石头布，我要输了，我立马跳下去。我不跳。你太傻了，刚出的锤出坏了，还出锤子。这样，我给你一个完美的机会，你下来吧。我下来。你下来吧，大勋。既然是这样，我下。马滑了，滑了，还滑了一下，马失前蹄。陈哥这一轮获胜，可以减少300步。下面请小鹿和凯凯。男人何苦为难男人呢？在这里不是男人，只是两匹马。我们村门口村口天天玩这个，村口都没有马，就是骡子和驴。我们要跳驴。跳驴，来，石头剪刀布，快点。哎嗨，帅帅的，石头剪刀布，又赢了。哎，还有戏，空间很大。石头剪刀布，知道吧？哎，你的石头剪刀布练过？哎，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赢到底，好不好？不可能的。你能不能赢一把？你光跳有什么用？不可，我不知道，我石头剪刀布特别刺。哎，等会儿，等会儿，不对，不对，不对，怎么在偷了几步？我刚才不在这儿，没有啊。天哪，天抠真的厉害，天抠啊！你这是太抠了，太抠了。我腿长。哎呦！哇塞！等会儿我说不对，我漏了，就没有余地了，真的没有余地了，这个。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哎，就像打游戏一样，攒一个大招，大招就是现在，这把一定要赢了，最后一把了。
石头剪刀布。你能不能赢一把？来来，石头剪刀，剪刀布。来来，石头剪刀，剪刀布，剪剪刀布，剪。哦，哎呀，哎，这个剧本都写不出来。非常难啊，非常。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赢到底。天哪，这小鹿赢的那下，想把拳头都吃掉。剪刀布，剪剪剪。我给你留一点余地。哎，刚才不是这可以了。来来，我已经不还可以，太抠了。抠抠天抠地抠泥巴。来吧。太难了，太难了，这个。来，一、二、三。我已经站住了，你把我顶下来了。我没有，我是这样起来的，就。啊！恭喜小鹿获胜，耶嘿！有请下一组，女子组的比赛。女子组的比赛来了。石头，剪刀，布。哎呀！给了一个铁膝盖，腿要打开。好。哎呀！那祖蓝的腿已经很竭力的分开，但是就是这样而已，这样而已。等一下，祖蓝，我们认识多少年了？真的，说实话，认识多少年，我的体能也没有进步。我的第一部戏就是跟你拍的。对，那个时候我还亲了你一下。哦，那个戏的名字叫做《矮仔多情》。矮仔是他吗？矮仔还有谁？我看过很多类似的片子。胖仔多情是吗？我让你今天变成你仔多情好不好？你仔多情。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哦，真的是你仔多情啊！天哪！天哪！好辛苦。矮仔，你没有理解这个运动项目的重点，你要撑一下。我感觉我裂了，那个垮，垮，这样。来，石头剪刀布。哦，我赢了。一、二。哎呦，刚才差点没脸朝地。来吧，来吧，石头剪刀布。啊这个跳下去啊，这个泥潭就是矮仔无情。来吧，加油！矮仔无情。哇，你像个撑子一样。你是不是穿增高鞋垫？我不知道。恭喜 baby 这一轮获胜。那我们这一轮的泥潭任务成绩已经全部出来了，恭喜。没有地方站，不好意思。没事啊，我只是我要过来听任务，怎么了？发生什么？没事啊，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啊。你太明显了，啊，好舒服啊。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广东会馆。广东会馆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是
是中国第一个专业性的戏剧博物馆，我们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曾在此登台献艺。真的？广东会馆怎么说？教我们一下。广东会馆，广东会馆，广东会馆，有点像广东馄饨啊。接下来要给大家的福利是，节目组请大家享用天津的美食，漂亮。但是呢，你看，但是什么？不要但是。吃饭的钱，需要你们通过拍卖自己的一样东西，或者一个承诺，让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出钱拍这个东西。承诺？没有拍到钱是饿着这个意思是吗？要看你们提供的这个东西吸不吸引人，如果钱越少嘛，大家吃的就越差。马上请出我们竞拍者，是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个岗位，有的是我们的编导，有的是音频，还有一些是我们的技术老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有什么值得拿出来拍卖的东西或者是承诺，可以是实时兑现的，也可以是事后兑现，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工作人员想要的。好难啊，都这样了。我他太好卖了，太好卖了。好，阻拦有了，先来吧。那我们先请阻拦哥。我可以提供给你们的，我相信你们是非常想要的。如果你们跟家人一起放假来到香港，吃的全归我。哦，这个还可以，福利要福利。我说过就是，如果跟家人一起放假来香港找我，考虑清楚。看一眼。哎，一个月之后看到微博上热搜第一条报阻拦卖房，过一年看到香港一个摊子叫做头巾牛丸，阻拦阻拦，哎呀，牛丸来了，牛丸呀，讲到话讲到话，头巾牛丸啊，头巾牛丸啊。好的，那阻拦哥给大家提供的是我们节目组任何一位，包括带自己家人去香港旅行时候的餐饮，我们的起拍价是5块，一只皮皮虾都不止啊！5块钱能在我们广东会馆吃到一个凉菜就已经不错了吧？现在开始竞拍，15.5块。天哪，太扣了！太扣了！100，100。100，终于有100了。200，200，这个价格上升的幅度，201。哦，还有吗？250，250元。第一次，第二次，最后一次叫价，250，敲锤了。恭喜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得到了阻拦哥提供的。价值250元的拍卖价，但实际餐饮价由阻拦哥凭良心给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哪个餐厅又好吃又贵的。阻拦哥，请你签字作为凭证。哎，我想问，你全家有多少人呢？这个时候 we are family。 OK OK OK， 香港欢迎你。可以可以可以，替我们赢得了250，你们加油啊！同志们，后面啊更难了，更难了，更难了！赶紧想出来冲上去，前面诚意太大了，真的都不知道卖什么，只能把孩子送给你了，真的。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因为爸爸好饿，爸爸好饿，真的很饿。我觉得刚才受到了阻拦那点启发，我觉得确实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什么合影啊，什么签字呀、啊，什么什么，对于你们来说拥抱，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在跑男里面，我还算是一个能够给别人一些安全感的一个担当吧。不管是嘉宾也好，你要娶她吗？娶她？天哪！给你一个结婚证啊！我呢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承诺一个人，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给我打电话，需要我的任何帮助，我就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你是要结婚，你是要升职，你是要干任何事儿，我天涯海角出现在你身边。这个我也想买，五十。哇，五十，一百。你这个点的那么快啊，刚刚。两百。三百。那么快就三百了。哦，三百五。哎，真的这么比下来，你那个确实有点多。耻辱。五百。五百五。六百。六百五。六百五。六百五。七百。哇。七百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耶。签字画押啊，任何需要请给我打电话。我们现在兄弟团已经入账了950元。够了吧，一顿饭够了，够了，一个兄弟900多还不够吗？别的不要了。大勋，这时候你再不冲出来，大勋来吧。我怕我卖的东西他们不要。先试一下，先来一个。就我卖我的一天你们要吗？你看看，不要。你想点好，有点诚意，有没有花心思，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彻底为大家服务过。这样，就是你们结婚或者是有任何事情的一条微博祝福。哎，弱了。哎呀，哎，行了，不行了，垮了。按摩吧，按摩。你要什么？按摩。行，现在就来。怎么？走，咱上哪儿去按？走。为大勋来提供的产品是给一位工作人员按摩，因为录影也很辛苦啊。大勋，好歹挣个凉菜回来。挣凉菜，挣点餐巾纸钱都行。现在开始竞拍，给我毛八毛，一块二，一块五，两毛涨了。但是我是你就不卖了。这个叫廉价劳动力啊。两块。两块九毛九。五块，流拍，不是流拍，我真的卖，我不吃了，九块，第一次，九块钱可以了，第三次，为大勋按摩9块成交，你们先录着，我上班了，啊，你太辛苦了，你先捏着，还有谁？咱还有谁？想不到，我也想不到。小鹿，我对你比较好奇。这样，我自己不听啊，我听一下有什么要求。我给你们想一个，很近距离的唱你的那首《勋章》。先打个样。哎呀，来一下嘛！哎，中午能不能再吃几个好菜？就看你不是 ，no， 不直接诚意拿出来，直接来我演唱会，台上听不得了吗？可以吗，小鹿 ？OK 吗 ？OK。小鹿为大家提供的拍品是在他的演唱会上为这一位竞拍成功的工作人员献歌一曲。现在开始竞拍，一百五，哎，女生弱爆，真的，七百，这是真有诚意。七百零一，七百零二，七百零三，七百零四，七百零五，七百零六，进入白热化，非常好。七百零八，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108落锤。推向这里，推。来，下一位，乘客。好，这样，我想想，就是。哎，这样，我帮你想到一个。替一个人瘦到120斤，那我就走掉了120斤。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的话，我们就给你提供一个套餐，好不好？好，你说一个套餐。拍照。你说。我要你的衣服。就是这个需求吗？因为只有你的衣服我能穿得下。
非常好，这非常好，非常好。来来来来来，请站到这里，站起来，站起来，一个 size。因为你们知道他的衣服是唯一的3XL， 而我是全场工作人员唯一的4XL。没有，我的品牌卖的衣服，我自己是穿 L 号的。那是你特制的。那是你自己的品牌。你特制的，是这么大一个。我觉得你就买5年的衣服，5年的衣服。我的品牌的衣服，5年，最新款，你随便挑。对。陈赫为大家提供的是给我们这位工作人员5年的跟他同 size 的新的 T 恤，起拍价是50。哦，高一点，500，很高了，5年呢，把手拿下来吧，人家50，就50，就50，差不多。50，第一次，第二，第三次，落锤。他都想要快点进行下去了，50成交，耶！感谢，感谢你的支持。当然。我来，我想到一个，我想到一个，你是品牌吗？健身品牌，不，品牌这个东西太 low 了，这就是。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这些东西都太俗了，我们不怕俗，不怕俗，对，就爱俗气的。这样，谁拍到了，我为他量身定做一部戏，戏里女主角的名字。叫你的名字，如果是男的，就我叫他的名字，简直是骗子嘛！这是什么？这好吗？男的，听我说，这简直是骗子嘛！不要，人家觉得恶心，不是，人家看到那个名字，看到这个脸，这心里不舒服的。对。哎，凯哥太抠了。好，那我换一个，真诚一点，拿出我们跑男的真诚。我本来想说。留一个工作室的岗位，什么东西？天哪，走开！我工作室福利很好的，做香味师傅好吗？领导在这里啊！领导在啊！请浙江卫视给我留一个岗位。真的天抠。对，我看过抠的，没有想到天抠，爆抠。我跟你讲，以后你们俩叫天霸，郑恺叫抠霸。抠霸，真的。我再换一个吧，都不满意嘛，他们都不满意。那拍个2毛钱，我不要面子的，我。就你没有的话，我们来说。我们有要求没有？啊，有要求。因为我们这个组里有很多那个大龄的女青年，没有男朋友的，你们用任何的形式可以替他们征集男友或征。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好，可以。郑恺的拍品5块起拍，11、12、13、16、16、18、18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成交。一定是最幸福的那一个。先说一下你的偶像，看看那个标准。不是，跑男里面就是你的男朋友最希望是哪种类型的？对，你先指一个。有，我喜欢胖子。哇、哦！是我吗？但是我喜欢魏大勋的脸，讲讲你的上半身。对。阿星，组合一下，得组合一下。为什么要接这个？脸先关上，关上。好，等一下，然后你的腿，你看，我被闷死了。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哎，我为什么要自己 Q 这个点？
我会发请大家帮我寻找魏大勋的脸、陈赫的身体和邓超的腿这样的男人，请跳出来。我告诉你，哎，网上会掀起一大波的 P 图风。恭喜凯凯的这件拍品是以18块钱拍得的。节目播出当天，我发个微博，听你宣传一下。这条微博要爆。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超哥提供拍品。我知道，同志们，后面啊更难了，前面诚意太大了，赶紧想出来冲上去。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我没有关系到你们，我真的不吃了。我可以不吃了，我绝对不吃了。真的，你别这样。观众朋友，息都给了，这息都给了，他们反应是这是什么？太对了，太对，好难啊，都这样了。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的话，就我们出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些工具人酝酿已久了，我觉得还是满足他们一下。说一下吧，你们想拍的拍品是什么？跟超哥玩一次打头游戏。我知道，就是那个王子兰。天哪，真的吗？瞎请问一声，可以吗？太可以了，可以啊，当然，来呀、啊。那我们5块钱起拍，8块。10块，15块，20，真的好想打火，真的好想，你看这个速度，40，哎，想象一下，冲啊，哎，打，800，我能玩一下不？388，第一次，390，天哪，漂亮，再来点，再来一点，第二次，第三次，390落锤，我打算把这个机会送给我们两位同事。你以为390是女生吗？你以为随意？你以为390是女生吗？起立吧，来吧，出列吧。全场最壮的两位，说好了不带放水的啊，放水就没意思了。我们下面还有录影呢，是，所以快点打。放，准备好，准备好。错了，错了，不可能有一阵风过来，风过来了，错了，错了，继续。哎，你的眼镜收一下。哦，嗯，sorry，好。太狠了，你们这个真的太狠了，你们。这个我这个太猛了，这个太猛了。错，又错了。明白了。我已经掌握他的掌法了，就是。超哥至少猜中一次吧，要不然太丢脸了。猜中了，猜中了，猜中了。好，非常感谢超哥，非常感谢。我们其实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就是想跟你们玩一下游戏。好啊，没别的，就真的想打你。哎，就，其实不用搞那么多形式，就过来啪啪啪。接下来还剩 baby， 我们最后一位成员提供拍品。来，我。等一下，你要什么？没有说，我还没有说呢。等一下，这位女士什么都没有说，你要什么？我要给我父母的一个生日祝福视频，因为刚好我来天津的时候父母生日了，然后我想让他们知道，不是忘记了，而是太忙了。这个你不用买，我也可以送给你了。就给一个套餐吧。好，因为很多工作人员也要结婚了，好，那也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因为大家都把你们当作亲朋好友一样，你们不能到现场，但是就给一个祝福的视频带到他们。其实今天录完，明天就是我儿子1周岁的生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捷克，那时候又是临近我老婆的预产期了，我就跟陈赫那天录《爱情公寓》来的是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两边都是家庭，对，自己的家庭。然后跑男这也是我的工作，是，但其实跟你们在一起也是家庭的感觉。我拍完第二天是赶紧赶最早的班飞机回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对，那个时间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赶上了。对，所以说这个祝福不光是给我的孩子，
也是给所有工作人员家里的孩子，因为他们陪伴家庭的时间真的也蛮少的。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很难跟家人团聚，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对，我决定这一个环节我买一赠一。我也是，加我一个，一起录一个。对，我们一起录一个好不好？对，这个不花钱，这个不花钱。我觉得工作人员特别不容易。当然了，我们吃饭都给我们服务的非常好。对，然后大家爱吃的口味啊什么，但其实我经常看到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吃饭。是的，比如说他们三顿并一顿。嗯，然后我们的摄影师经常也没有饭吃。比如说这个场景要快速先到这儿，把光、把机位、把道具，就是所有的东西要布好。录制跑男啊，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录制的时间非常长，我们都拍完了，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素材有多长吗？1000多个小时，每一期啊，播出量是1%可能都是。对，1000个小时的素材量，请问机房的同事们，请举手。哎呀，哥，还在剪片子呢，太垮了。机房的朋友当然在机房了，这种时候稍微有个朋友举下手，真的配合一下。机房的朋友们，机房朋友都来，他们有的时候是晚上工作，这时候太累了，通宵是非常辛苦的，回不了家，真的是回不了家。就是说，我们好像是在幕前，其实，在镜头后面的你们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全国的观众带给大家快乐，深深的鞠上一躬，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超哥，因为电视就是一个需要大家配合的一个工作，而电视本来就是一个大众传媒，给大家带去一些快乐，带去一些感动，带去一些精神，是伴随着大家成长的。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自己的这份工作做好。是。接下来我们请 Baby 继续提供你的拍品。祝福啊，祝福太简单了，以你们的名义，给小学捐赠一个小图书馆。太棒了，这个好，太棒，太棒。那我们100元起拍，200、500、800、1000。哦，哇！如果这个还有的附加条件，就是我得在你耳边唱一首歌，你得坚持下去。唱完之后，你可能会失去一只听力。好。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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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给面子了，你非常好，我很为你感动，真的，你的但是你的汗出卖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兄弟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拍品。我们要选出一个他们觉得最好的一个拍品，这个人最终环节的步数还会减少。哦，请工作人员代表说一下，你们最终决定出最喜欢的拍品是李晨的拍品，是我们一致觉得大家最喜欢的拍品，因为你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安全感。其实不用，他平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打个电话他就来了。恭喜晨哥，你的拍品是以700元成交的，所以最终你的步数会减掉700步。哦，700步，哇！我觉得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拿着快手 APP 给我们拍一个 MV 好不好啊？咖啡并没有多浓，我只要清晨的轻松，让你听说快乐。香港欢迎你，任何需要请给我打电话。直接来我演唱会，感谢你的支持，一定是最幸福的。图书馆真的有你的一份力量。接下来大家可以享用午餐。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OK， 包子。能给我2颗利达吗？坐车。
车上就得吃益达才行。咔咔，你记不记得你跟我分在一辆车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节目组给你加戏呀、啊！对我还挺照顾的。什么？什么？我真的想了很久，我跟你说。哎，我那个还挺好的，公益。真的。欢迎大家来到欢乐谷，这里是动感时尚的乐园，是家人朋友寻梦童真、恋青春、共享欢乐时光的好去处。今天既然是给大家福利，所以最终的撕名牌环节也会非常的省力，耗费步数最少的人获胜。最省力，最省力，省力撕名牌，每人起始步数为10000步，撕掉他人名牌一次可以减少2000步。哦，任务结束时，所有成员步数最少的人获胜。虽然大家现在的起始步数是10000步，但是因为经过前2轮比拼之后，大家的步数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要跑得多了，跑得多步数会增加呀。就比如说，我要是走了2000步撕一个人，我就合不上了。那我站在这里不动就好了。莫名其妙，1000步走了，1380步，我都跑吐了。那直接放弃了，我不跑了。跑不掉，我只能撕命牌。来了，来了！撕名牌即将开始，请各位戴上计步器，倒计时：5、4、3、2。一，游戏开始。我不走了，今天我就不走了，就在这坐着。谁过来我撕谁。守株待兔，这是一个战术。怎么样才能不算步数的移动？有没有什么办法？测试一下。哎，这个，这个，找到办法了，要不就这么走。你们也这么走，你对，得一块儿的，不能散。哎，我还是领。真的，你还不要磨，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啊。铁磨吗？铁磨，铁的磨。摸一下你们，摸。没吧？摸。你们都是零步吗？Becky。Becky， 怎么大家都是这么走路呢 ？Becky， 我刚刚走出来，我已经走了58步了。抖的上身。稍微快一点了。怎么一下变11了？我不管了，我做好再穿。你好，可以坐吗？你要不要坐啊？一起啊！来都来了，来吧，一起啊，一起，一起！快点，我还帮你找，我还帮你找男朋友呢，你对不对？展示一下呀，让广大观众看一下你的性格魅力。你的男朋友最希望是哪种类型的？我喜欢胖子。我声音会被收进去的，摇一摇骂我的。哎，今天不就是和导演组的聚会吗？哦，来喽。
来，不是最高的吧？大胆的喊出来！我要找男朋友！天哪，149了，这计步器也太敏感了。走走走，下一个。哎呀，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潇洒一点，走，大大方方的。怎么样？我们和节目组 PK 了一天，还是败给了我吧？好舒服啊！服装师，用心的，玩过游戏的，玩过游戏。你看这一拉，就会省力很多，是不是？我们都这么走好久。哎哎，祖蓝哥，祖蓝哥，哪儿？那。哎你多少步？差不多200了。哦，真的，我怎么337步了？他们有那零步的。谁零步？他零步。让我看一下。你真的零步？对啊。我不撕你名牌，起码动几步。给他摁两下。还是零步。你那个坏了吧？领导人。啥呀？铃铛人，不，他干嘛用的？黑衣人，黑，被黑了，你被黑了，完了。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现在才700多了。有铃铛人，他已经被贴了。哎呀，玩一会儿了，突然变那么讲500要搞起来，今天先白玩了。就是要跑过跑掉黑衣人，躲开黑衣人呢？你要跑，还是加了200多？真的，你躲开也没有用，躲开你被他追了200多步。自己的优势全没了，我们几个在这儿不撕名牌瞎跑啥？我爱找凯哥或者祖蓝哥，然后呢撕一下，要不然会被追死啊。看来得下手了，祖蓝哥。
在变得非常猛。必须得撕一个了，我看你。对，对对，必须得撕一个。兰兰，你就这样走了？再见。Your family， 兰兰哥，我觉得这个结局是好的，有始有终。规则是撕了你名牌，你们就 out。撕了你名牌，你们就 out。名牌掉了，这是规矩啊。没有用吗？撕掉黑衣人名牌。骗他们的。没有用，你们骗他们。1380步，我干了什么？干了什么？那我去找魏大勋吧。魏大勋，咱俩找地儿撕名牌去，走。我撕不了你。为什么？你们这可嘉宾欺负呢，嘉宾想多玩会儿呢。来吧，你跟我吧。我跟你撕，我赢了我也不光荣。我赢了我也不光荣。我啊！我的天，那你哎，这得跟我撕。不是，我跟你撕也是输，我跟他撕也是输。我跟他撕，我显得我勇敢一些；但我跟你撕，我就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叫没意思？你不一定能赢得了鹿晗，我跟你讲。以前我跟你撕，因为我看鹿晗一分上了。开始了。哥，你跟他去。我什么节目？我还不一定赢呢。别扯了，你拿我手的劲儿，我感觉你就要赢。哥，你别这么硬疼。天哪，谁那么厉害？鹿晗，你有点过分了，你干什么呢？你没有，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没有，我看你俩撕这么好，我给你报仇，哥，我给你报仇。看出刚才你对我有你手下留情了，来吧来吧，你把我撕了，你可了不地了，我跟你说。不，你把我撕了吧，真的，你把我撕了吧，真的，我撕了吧，真的。来吧，我不进攻了，我害怕，我害怕。哎 ，very good。看陈赫，是不是在我后面？是在我后面。那他不会，他不会的。OK。其实趁早
把自己 out 掉也是一个方法，要不一会儿给黑衣人越贴越多。对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我赶紧得把自己 out， 把自己 out， 把自己 out 才能赢，才能赢。我觉得我跟大勋似的，我要被 out 就可以，还有机会。你是让着我的吧？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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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让。你偷袭他，谁偷袭你啊？没有没有，我跟魏大勋似的，我刚就我抓着他以后我就没有动。其实赢了三个人是稳胜的，我俩人。你现在少撕一张，所以你如果能撕了三个人，基本上是稳赢，因为六千张票。早知道我刚才把他撕掉了。射球呢？这么快？怎么可能？没有用吧？我也很快，我而且我还拿着道具。方中有圆，圆中有方，让我们在方圆之间永远快乐地奔跑。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耶，一个跑赢黑衣人的人。天哪，1691。我觉得撕名牌比较重要，撕名牌比较重要。这样转啊？对，这个东西啊，他还在玩，还在玩，还可以自己转。我觉得撕名牌比较重要，撕名牌比较重要。凯哥，你套好了？你坐我边上，咱俩一起玩。我不坐，我呀，你坐下，我就是过来看嘛。小贝贝，真的？哎，贝，你在干嘛呢？有人来了。Baby 啊，他这样，他为了表示诚意，他把自己锁在这很久，一直等别人来撕他。郑凯在哪儿？他撕一下，他撕一下。涛哥，你不想一起吗？我可以帮你上来陪我玩一把。撕了我陪你玩。没有，先玩一把，玩一把我让你撕，玩一把我让你撕。来玩一把，涛哥陪你玩一把，陪你玩一把。Baby， 一起吧，一起吧。让成全你，让成全你。一起吧，一起吧。一起吧，一起吧。那我就让成全你，让成全你。别！baby， 你把 baby 的手压着。baby， 放手，放手，放手。非常 baby， 来 ，come on， 不要，他已经锁好了，等着我们很久了。baby， 加油 ，baby， 加油。我只想玩一把，小幸福。我陪你玩，我陪你玩。我儿时的梦想就是把游乐场包下来玩一次。今天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今天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郑凯 out， 郑凯 out。哎，有台机器对着这里是为什么？这里有黑衣人吗？难道？好想撕他呀！我好想还手啊！好想还手啊！疯狂的撕人，撕人！既然如此，兄弟们都走了。哥就陪你比划两天，比划两天。
输了，来吧吧，输了。落在我蓝色白纸。哎，你们这体验过了也算，体验过了也算。魏大勋 out。魏大勋 out。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还剩谁？又是老邓，老邓头是一个老狐狸，我告诉你。每次玩游戏时候都会消失，没了。有。哎。有。那多好的机会，为什么看到我？现在只剩我们三个了。Yes, yes。那就来吧。来吧，来吧，只有如此了。嗯，行。哥！哥！我抓住他。我抓吧，你知道。啊！哇，好棒！老邓头是一个老狐狸，我告诉你。哇，好棒！好喜欢。大哥辛苦了，但是我好痛苦。Baby， Baby， No， 辛苦了，超哥，马上回来。陈赫，撕碎他！我单手，单手，单手，单手。现在 Baby 单手搞不定。我去，我也觉得。共同算2000步，我觉得很好。真的是同时区下来，刚才。Baby， 对不起了，超哥，这一季下了你那么多次。偷袭邓超那下简直是天秀。终于还是偷袭到了。太厉害，惊呆了，真的。我们今天的最终任务已经结束了，大家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现在让我们公布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最终的获胜者是，通过最终的撕名牌环节的比拼，他的步数只剩6720步。哇，这个人是最终的获胜者是。通过最终的撕名牌环节的比拼，他的步数只剩
6720度。哇，这个人是Angelababy。Baby， 这共同算两千步，我觉得很好。让我们为他送上他的奖品，是一张金卡。这个太美了吧！这个是永生花，就是放着不会变，不会凋。希望 Baby 永远可爱，永远漂亮。这个太好了！今天最终的大奖是我们的 MC 为你们提供的二排的金卡。奔跑吧，最强者！哇，哪怕奔跑最弱者也给我一张好不好？给我一张，给我一张，真的，给我一张。吃亏是福，也要给点奖励。最后一名是谁？最后一名是超哥。13451步，一步没少。方方圆圆，圆圆方方。那你知道吗？我们是跑男，真的。黑衣人来了，我就跟他们刚，一直跑。我也跟他们刚。你去，我真的暗中观察你的时候。天哪，我真的做个伏击，我真的等到我就睡着了。他站在那边，我快以为他是欢乐谷的员工了。那通过今天的录制，其实是想让更多的观众对台前和幕后的电视人有更多的了解。电视就是一个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每一份子的努力都很重要。不仅是我们这个台上的每一位，更是我们台下的幕后导演组、道具、服化道、摄录美，总之所有的人，甚至连我们的司机都是一样的辛苦。我相信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不见他们，但是今天这期节目你们会完完整整的了解前期后期所有人的不容易，为他们加油，为他们鼓励。同样的，无论什么职业，无论力量是大是小，只要你能在岗位上踏踏实实地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量，就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电视人来说，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每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都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评论和留言，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哇哦，最喜欢，感恩超哥。哇，跑男看得我想认真学英文了，这是真的吗？我浑浑噩噩的大学生活突然有了目标和想努力的动力，特别认真，绝对没有任何嘲讽。哎，邓超，既然直接顶到了这样的风头浪尖，哪怕我的英文再差，我也要去。哎，我这样的水平可以让一位网友认真开始学英文，真的很好，大家都要好好学英文。谢谢你们喜欢跑男。这是一位在泰国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独自一个人在曼谷看这期跑男，这么正能量。李晨哭的时候我也哭了，身在异乡还是中国好，哪都比不上。我爱你，我的中国，我很庆幸我是中国人，一个和平富强的国家。祖蓝太可爱了。哎，这边有，这边有，念完了。啊，还有祖蓝太可爱了。没有啊。要。我欣赏他的是他的坚持与快乐，再多的委屈也难过也打不垮他，越来越喜欢他了。他不是什么耀眼的明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然后有一个表情。王祖蓝，王祖蓝。上英语课，我们可爱的英语老师拿跑男团的演讲给我们讲演讲，哈哈哈！凯哥的演讲果然是好评。I believe we can all make a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starting with saving bottle of water. 各位看了周五的跑男，有点感想。最后鹿晗跑楼梯那块真的帅炸了，man炸。不要激动，不要紧张，待会儿我把他追回来。
那句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一会儿我把他给追回来，更让人觉得信心十足。不要，爸爸。陈赫真的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男子，喜欢。哇！最新一期跑男让我看得激热血，热沸腾。加油，跑男加油！竞技体育真的很有魔力，尤其团队作战，真的会让人热泪盈眶，真的太激烈了。在关键时候，李晨永远是最可靠的。小鹿和郑凯也是一样，他们很快，其实他们很快，真的。谢谢，感谢，真的。看最新一期跑男真的很感动，爱心特别喜欢一个团队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努力的状态，看 baby 哭真的很理解，大家加油、baby 加油，我看着你们过终点。记得小时候应该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当时学舞蹈，到了演出那天，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老师没让我上场，当时我和妈妈坐在观众席，没忍住就很委屈地哭了，这件事情一直记到现在。人家加油，你们可以的，加油。其实我相信每个经历过这样子事情的同学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想说没关系，人生还有很多次机会嘛。你今天赢了。对啊，我今天啊、今天是我一整季第一次。没有那些失败的经验，怎么能获得成功？对，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跑男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集体，一个永永远远拧在一起去完成任务、去克服困难、去挑战不可能的团队。有那么多的感动。有那么多的拼搏，有那么多的不知道的故事，不知道的经历，带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拧在一起向前奔跑。我觉得世界很美好，没有后悔、没有后悔、感谢大家，感谢观众。内容幕后花絮，登录联合独播平台腾讯视频、爱奇艺观看。7月6日，奔跑吧特别企划《奔跑嘉年华》，诚意奉献，回馈观众。下午4点，嘉年华欢乐进行时，兄弟团诚邀热心观众体验跑男经典游戏，赢取丰厚大奖。晚上19:30，奔跑嘉年华热力开启，奔跑吧新老朋友亲情加盟，张杰、张韶涵、林俊杰、容祖儿、袁娅维、陈立农、毛不易、火箭少女惊喜亮相，麻辣教练许亚平、肌肉达人 Tony、 非人工友贾书凯等助力团悉数到场，欢乐不停，惊喜不断。7月6日，奔跑 Family 邀你一起加油。加油！